巨熊老师。 乐园里，不完美的才独一无二。 乐园里，不完美才独一无二。天亮之前，请叫我午夜乐园团团。 乐园里，不完美的才独一无二。玩具的自由建立在规则之上。 乐园里，不完美的才独一无二。天亮之前，请叫我午夜乐园管理员。
之前，请叫我午夜乐园管理员。 之前，请叫我午夜乐园管理员。
亮之前，请叫我午夜乐园管理员。